这是国家教育研究院现在在上的课，叫老师上的课。好，继续往下。哦，那上了里面的课程，如果你们机会去看的话，跟我有附讲义哈，所以你可以看。好，不是讲义啦，就是书面资料。哦，主张一一四七一一七四要被处罚，老师们都明白吗？往下，好，往下。哦，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了，那是泄气考核的事情，这个一定会变成一种先例，让老师产生了困扰。未来歧视，哦，会产生处罚这种现象，这是会的，必须要思考的。继续往下，下一张。哦，家庭对孩子所受的教育应该有优先选择的权利，哈，家长应该有啊。继续往下，好，第一个世界人权宣言26条的规定就有，哦，继续往下哈，可以。然后我的两公约的签约里面也都有这一种思考，继续往下，我只讲最后就好了。哦，所以现在受场教育，家长选择在哪里？好，我们下面是我们的主张，就我们的主张嘛，哈，我们是注重弹性的教育，不要勉强。把性别中心化，应该跟也同时尊重两性的教育。那所以我这里在版本里面把所有的怎么样，用配偶替代夫妻，双方替代男女，双亲替代父亲，哦，双亲是一方取代父父后母，二亲等一下，不是亲亲取代父母，这都不对。最后一百公尺哦，那也很难，拉到最下面吧，我放到最下面。哦，往上一下，对不起。哦，同性法律关系不纳入民法亲属篇，没有合理的问题，没有歧视的问题，只有对于不同的事物做不同的处理。往下最后一句话哈，第一个，我们原住民法的规定，哦，下往下，原住民法的规定，原住民法的规定有太多的法，这些都没有作为保障，它只是对不同事物做不同处理而已。香港的公务员的内用法以外，没有司法人员内用法、教育人员内用法这些东西，没有歧视的问题啊，它只是做不同事物做不同处理而已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最后一个部分，你可以第二轮发言。好，谢谢。如果没有看完的，请看一下。好，那下一位我们请焦安福小姐。